捐索静脉曲张临床表现，孙小科，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精索静脉曲张也是我们一些男性常见的一个疾病，它主要表现为阴囊部出现下坠感，而且会引起我们腹股沟的放射性疼痛，有时候会发现阴囊增大呈蚯蚓状，表面有蚯蚓状的表现，摸着有硬条索，这时候我们就多考虑是精索静脉曲张了。一般精索静脉曲张我们就通过的 B 超的检查，它这个精索静脉大于2毫米以后，我们就把它可以诊断为精索静脉曲张了。精索静脉曲张会引起来的后果就是由于这个血管静脉血反流以后，造成了阴囊部的温度升高，影响了我们这个睾丸精子的发育，导致不孕。如果出现精索静脉曲张的时候，出现有下坠感呀，或者放射性疼痛呀，不孕症的时候，我们要通过手术治疗。专家提示：一、主要表现为阴囊部出现下坠感，引起腹股沟的疼痛及放射性疼痛；二、有的患者会出现阴囊增大，呈蚯蚓状，这时就应考虑精索静脉曲张。